近日网上曝光了一组范冰冰奶奶年轻时的旧照片，照片中范冰冰的奶奶留着齐肩短发，身材纤细，长相清新，身着黑色外套，戴着围巾，气质满分。第二张照片中范冰冰的奶奶身穿白色半袖，手拿书本，看起来很有学问哦。不得不说，范冰冰的漂亮和气质应该多一半是从奶奶那遗传来的。冰冰姐的耳朵、眉毛和头发都很像奶奶，网友看到照片后纷纷表示，天哪，怎么这么有气质，我怎么觉得奶奶比范冰冰还美啊。